大家好啊，这个订阅人数多了哈，有很多新的观众啊，会问我一些老问题啊，就是之前在很早的节目里面都说过的问题啊，结果又来问了，又来问，我又不能不耐烦啊，因为人家而言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来问是吧？对我而言，虽然说我已经重复了几百遍，但是我还是当个新鲜事来说啊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还是摆个事。专门录个视频啊，说一下我那块地的事情啊，有点暗。我在San Diego 的边上啊，边界，严格讲它已经不在 San Diego 了，买了一块地啊。很多人跟我讲啊，你可以搞房地产了啊，或者说你可以搞这个什么mobile home 的公园啊，或者说搞一个什么之类的，或者是种大麻什么之类的啊。阿明买那块地啊。的初衷啊，的目的啊，仅仅是为了了却阿明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啊。因为小时候，我爷爷家他是有地的啊，他有前院后院很大的一块地，前面有养鸡，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树啊。然后我家我爸是干部，所谓的国企职工嘛啊，国企职工住宿舍楼房啊，很早啊。80年代我们就住楼房，牛逼啊！然后我就非常讨厌楼房，因为上楼下楼又没有土地，没有树左边是邻居，右边是左边同事，右边左边是我爸同事，右边是我爸同事，对面的同事，我就不喜欢那样生活，所以从小我就有土地情节，我喜欢院子然后在城市里打拼啊，就对商品房非常厌倦啊。永无休止的邻居之间的这些各种小摩擦啊！我这个人最讨厌就是永无休止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啊！对方的狗叫了然后是对方什么也炒菜声、打骂小孩子什么，反正你住在商品房里面就是这样不太好啊！各种事，要是楼上漏水啊，或者你这里漏水影响楼下，反正各种事啊，我就觉得很烦。所以在中国，你是不，中国是没有地的嘛，对不对啊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嘛？是不是？你是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啊。你房子也是土地使用权啊，国有土地使用权，是吧？所以你是个没有地的人啊。所以阿明就一直想实现一个，有地的人的一个梦想啊。所以阿明买这块地，纯属实现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。另外，阿明很追求田园生活啊。一直以来非常希望住在一个鸟语花香、有动物、有植物的一个宅院里面啊，非常喜欢，非常想啊，这种非常想到阿明必须要付诸行动啊，就想到这个程度为止啊。所以阿明买那块地没有考虑过，或者说主要不是考虑可能附带可能也考虑一下，主要不是考虑那块地升不升值问题啊。我从来就没有去选地段，我选那块地合适我就买了。你升不升值？你升就好，你升最好了。你不升，whatever 无所谓啊。我也不想去种什么大麻啊，或者搞什么房地产什么之类的啊。所以阿明买那块地，只是想把那块地建设成阿明想象中的那种美好的田园生活的样子。尽管建的可能会很慢，但是没关系，过程就很美好啊。有时候人做事情啊。不是非要一步到达终点，而是过程就很美妙啊！就像你种花，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种花或者养宠物啊。你养宠物的时候，或者你种花，或者你画一幅画的时候，你不是为了目的，就是我种花，花把它开了，不是，是种花的过程就很开心啊。或者你养育小孩，你赶紧长大吧，而是在养小孩的过程中。你看到小孩的成长，你就开心；画画也是这样，你在画的过程中你就开心。所以阿明买那块地，一步一步的建设它，这个过程我就很开心啊！我压根没有任何的功利心在里面。所以就像之前有个朋友跟我留言说：“你是不是觉得很无助啊？你的地里有没有人帮你啊？”我说只有一个人啊。有没有人帮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还要人帮吗？就好像你在吃一个美味的佳肴，还必须要人跟你一起吃，你才能吃得下吗？我吃它我就很开心了啊！有人跟我一起吃我也很开心，没人跟我一起吃我也开心，就是开心啊！所以阿明买了一块地啊，
20英亩，准确讲是20英亩还不到，差一丢丢。20英亩啊，1英亩等于6亩地，不到10万块钱啊。具体多少钱，阿明也不想说。我就告诉你，不到10万块钱。你们如果想买地，就可以去那个 Land Watch 啊 ，Land 就是地嘛 ，L A N D Watch 是看嘛 ，Land Watch 这个网站，还有 Realtor R E A Real Realtor R E A L T O R 啊 ，Realtor 在美国有些网站，你可以去找地。这个地呢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它突然有就有了，它没有就一直没有，价格也没有什么说，有一刀切的市场价标准，你去谈的。好了，所以就阿明的那块地的事情交代一下。有人说你在那个地的建房子也好啊，或者把那个地变怎么样，你要录视频给大家看，我肯定会录视频的啊。那块地是。目前为止是一块荒地，就前两个礼拜啊，我把它开出一条路出来，原先有一条路被废弃了，我现在把那个路恢复了，所以这个礼拜天我还是要去啊，去地里把停车场做起来啊，然后把要建房子的那个地给它整，给它把木头挂木全部伐掉啊，那个地上有一些野生动物，比如地松鼠，在加州啊有很多地松鼠，就是不是在松树上，在地上跑的。地松鼠啊，还有野山猫啊，我看见过野山猫，看见过地松鼠，看见过野兔啊，太多太多野兔了，看见过鹿啊，在别的地上看见过郊狼，那个是叫郊狼还是叫 coyote 啊？应该是，就是比柴犬的个子要稍微小一点点，一条大尾巴拖下来，熊是不会有啊。响尾蛇不知道有没有，但是据说如果有的话，它会有警示标记，表示此处有响尾蛇，你注意啊。如果没有警示标记的，有人住的地方，一般都是不会有响尾蛇的，所以这个都不需要担心。好了，没有水，没有电，荒地啊，荒地，我就是想把荒地变成一个从一张白纸开始画啊，画成一个阿明想要的一个庄园。别人说，你干嘛买个地，没有地，没有水，没有电啊，我就是要买一块地什么都没有的，这就是阿明的目的，我就是要特意买一块地什么都没有，在白纸上作画，我就享受这个过程。拜拜。